非选择题第二题，三角形 ABC 中这个 M 点呢是 BC 的中点， M 是 BC 的中点，那这个朱一两点呢分别在 AC 跟 BC 上面，而且呢题目上讲说是这个 AE 呢跟 DM 这两条黄色的线呢会平行，这两条黄色的线会平行，请说明三角形 CDE 的面积，三角形 CDE 的面积是整个大三角形的一半。好，为什么呢？首先来看一下，这个在三角形 ADM 和三角形 EDM之中，这两个三角形 是哪两个呢？我们把它标示出来会比较清楚一点。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，也就是说呢，它们的底就都相同。底，如果把 DM 当底的话， DM 都相同，它们都有重叠， DM 共用。把 DM 当底，那这个高呢，因为 AE 平行 DM， 所以呢高都是一样的，这两个三角形的高一样，底是同一条，高相等，同底等高，所以这两个三角形的面积会一样。我们写一下，因为呢 AE 平行 DM， 所以呢这两个三角形的面积，三角形 ADM 的面积就会等于三角形 EDM 的面积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叫做同底。那同底是同哪一个底呢？就是 DM 这个底。等高，为什么等高呢？是因为平行的原因，平行线之间的距离处处相等，同底等高，所以面积会相等。好，接下来呢我们看第二个重点，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大费周章的得到三角形 ADM 的面积等于三角形 EDM 的面积呢？原因是因为我们题目上讲的这个要说明三角形 CDE 它的面积。那三角形 CDE 呢，我们先看一下，原来三角形 CDE 呢可以把它拆成两个，一个是三角形 CDM再加上另外一个三角形 EDM。 好，那请看这个 EDM， 第一个重点呢，我们算出来，我们推导出来三角形 ADM 的面积跟 EDM 一样，所以呢就把这个 EDM 换掉，换成三角形 ADM， 其他的都照抄。也就是说呢，三角形 CDE 呢它就等于三角形 CDM 加三角形 ADM， CDM 加 ADM， 好，加起来呢我们就得到三角形 CDE 它的面积会等于三角形 ACM 的面积， CDE 的面积就跟 ACM 的面积一样。好，那 ACM 的面积，我们现在只要知道说 ACM 的面积是 ABC 的一半就可以了。那到底 ACM 的面积会不会是 ABC 的一半呢？请看第三个推导的重点。 M 点呢是 BC 线段的中点。好，我们这样子来看就会比较清楚，M 点是 BC 的中点。好，请看这个三角形，这个图形里面呢，左右这两个三角形，三角形 ABM 和三角形 ACM 中，它们两个的底呢，底相等， 底是 BM 跟 CM， 底相等。那高在哪里呢？它们两个三角形的高
都在这个地方，从 A 点往下画，画垂直，这个高在这里。两个三角形的高都是这一条红色的这条线，所以呢，在这两个三角形里面呢，底相等，高是同一条，等底同高，所以这两个三角形的面积会一样。以面积来说，三角形 ABM 的面积会等于三角形 ACM， 为什么呢？这叫做等底同高。那三角形面积是底乘高除以这里等底同高，面积当然就会相等。面积相等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知道，既然这两个面积相等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这两个的面积都是三角形 ABC 的一半。这两个三角形的面积呢，都是三角形 ABC 的一半。好，那接下来继续最后一步，综合前面所说的，我们知道呢，三角形 CDE 的面积第二点证明出来，它等于三角形 ACM 的面积。再由第三点的 ACM 的面积，我们证明出来它是三角形 ABC 面积的一半。由此可知，就得到题目要我们证明的三角形 CDM 的面积呢，它是三角形 CDE 的面积呢，它是等于三角形 ABC 面积的一半。由此可知。